最希望自己的哪个朋友嫁一进来？自己的哪个朋友啊？鹏鹏肯定是希望自己的女朋友了。哪个都行，只要是女朋友就行。我可以说，可以。其实我很想我爸妈，哦，他们也很想见到你们。太好了，欢迎、哦、欢迎你的爸妈。我爸妈来啊，那爸妈来也可以凑一期。什么叫凑一期？哎，我爸超有梗，我爸比我有梗多了。更多精彩内容尽在芒果 TV。何老师，我就那么多朋友呢，我太多了，海涛。维嘉、吴昕、家族来、我真的也挺希望他们。然后，因为现在那个我华回来了，我希望王嘉尔来。王嘉尔和我大华是特别好的朋友，他俩是一套啊，是不是？除了我爸，当然我还有几个好朋友。都谁、啊？我有，对对，许魏洲、朱元斌、周周、元斌，快来辟谷啊！来辟谷吧！希望最好谁都别来。